今天带老妈跟媳妇吃一个在周口比较贵的自助餐，老妈还没有吃过自助餐呢，今天能不能吃回本，大家拭目以待。走，咱们现在已经到达这个附近了，问一下今天的两个参与者，有没有信心吃回本？有信心，放心。89，因为搁别的地方不嫌贵，在周口算比较贵的了。先来的烤肉，到这了都别客气了。给老板来几个羊肉，自从上回吃了之后忘不了了。榴莲味的披萨，不知道大家都喜欢吃的没有？来点青虾，这两片一拿，等会感觉都没有开这盆了。来个生鱼片，这个东西也可贵啊。好，谢谢。这吃了是不是都亏本了？这鲜榨果汁喝了一定不会亏钱的，放心吧。东西拿的差不多了，先吃着，不够了等会再拿。没闻到榴莲味。榴莲味的，你闻一下。榴莲味的披萨我没吃过嘞，先来一口尝尝。口感巨棒，拿东西总共耽误了20多分钟，它这限时2个小时。看一下这个五花，看着还是不赖的啊。腌制的比较入味，生蚝有点小。吃了几个？我吃6个了。烤的时间也不要停啊，那边边烤这边边吃，节省时间。叫个大葱饼。还是大口吃肉香，来了这感觉吃的不是自己家肉，吃我都很开心那种。尝尝老板的羊肉，有点味儿。这上面有芥末。芥末这个东西，我刚开始吃的时候是拒绝的，但你吃两口都爱上那种感觉。吃一下也不管停。几秒钟快干回本了。感觉这一口下去给喝油来了，真香！现在已经到中场了啊，基本上刚才拿东西吃完了，准备发起第二轮进攻，加油，老板！这肉是不是合成的？管不了这么多了啊！大家感觉我这个吃的哪一，就是哪一个东西最能回本的？你看哪个美女呢？你告诉爸爸，让爸爸也看看。妈，你咋来到这吃粽子？最没肉的东西。俺妈一看都是解约惯了，到这儿还知道给人生。俺妈开始吃咸菜就馍了啊。那吃都吃不出来味儿。我给大家说一下，这个蛋挞刚好做的够嘴真大，至少一口一个。这硬是棒，可爱的都不想吃了。吃到最后还是要吃点主食垫垫的，要不然怕吃不饱。吃吗？这一轮又结束了，毛了两个青菜，实在吃不下去了。老板还在坚持的奋斗中，老妈也在拼命的奋斗中。已经吃饱出来了啊！我全程一个绿叶子都没吃，我感觉我吃回本了。大家觉得嘞？恁俩吃回本没有？我感觉没有。吃回本不重要，吃的开心最重要。今天视频就到这吧，再见。150块钱的羊肉，切了这满满一大桌子羊肉圆，大家觉得亏了还是赚了？每一次出去吃火锅，羊肉都在35块钱一份，没有一次吃够过。今天150买了5斤羊肉，看咱能切出来多少？你看一下这羊肉卷，看的都是真的，又肥又瘦的。上次我跟大家说，该家里我让他给我洗脚，他给我洗脚，让他给我干啥，他给我干啥，不相信啊？等会儿让我他给我剪下指甲，叫你看看。盘子准备了这么多，又大又小，等会儿咱给他切切，放在上面看有多少。等会儿给我剪下指甲，滚开！这下你相信了吧？他说叫滚开，等锅滚开之后给我剪，对不对？他在做饭，咱不能着急，咱不能打扰他，静静的等待。就这么小能家庭地位，一直就这么拿捏，不要羡慕我，你学不来。
切了一大半，已经切出来这么多了啊！看这颜色，看这纹理，看着还真像羊肉卷的。它好像本来都是羊肉卷。按照这个盘子里看，管白吃的多少？那你咋不带手套啊？咋嫌弃我了？没有，我主要害怕这样上面有饼，别饼住你这小手了。嗯，外面的衣服就这么多，这摆好之后更像了。摆手了，真好看。朋友们，一共切了四大盆、四小盆啊，在外面150块钱肯定吃不到。对，首先得确定这个羊肉是真的。先把火锅底料炒一下。嘴上这好像起个泡。这都快好了，你才看见吗？你爹都不关心我。不要在意那些细节，有时候感受不到。这真明显就感受不到吗？切点葱姜。那你都这样随便一说，切哪有哪说的吗？来。控制一下情绪好吗？现在在片场，注意做一个演员的素质好吗？有准备了的。有准备了的。你别笑这么了，你再笑我不拍了。有准备的辣椒、花椒还有冰糖。难得几斤。难得几斤。难得到底是啥？你也叫大家装备走走。难得。锅热加油。葱姜。火锅底料。辣椒。花椒。来点白酒去香增香。加入清水。来点冰糖综合辣味，再来点难得几斤提鲜，再炒一下火锅底料，是这样会更香，激发它的香味。倒入底汤，先来一大盆拿拿味。羊肉卷这个东西，不管煮太狠了，轻轻一烫，变色都管吃。嗯，好嫩啊！又嫩又咸又辣。你看这肉就像真的，真的煮好就是这个颜色。这本来都是真的好吗？今天花了150的巨金。我就好吃羊肉，好吃羊肉卷。你有梦想是吧？有梦想还别煮，这是我的台词。嗯。先来一筷子，再来一筷子。边吃边下，边下边吃，不能让锅里停着。锅里边捞出来，都赶紧下另一盆。这边吃完，这边锅里也好了。我是不是大聪明？看一下这个成色，我真的没有理由怀疑它是加羊肉卷。嗯，这个真的吃着有一点嫩，你知道吗？看一下，就是那种又嫩又紧的感觉。嗯，而且还不膻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？确实不膻。这种大口吃肉，感觉身心都带你，感觉自己瞬间年轻了20岁。嗯，这真是吃了一碗又一碗啊，一碗一碗又一碗，还有俺家的大碗碗。这一筷子一筷子下去，捞的全是羊肉卷，想捞个其他的菜也都真难。其实我最爱吃青菜了，哎，应了我那句话了吧？这碗刚盛出来，这碗都得给你下进去。能给我总和样子，今天150块钱买这些确实应该不算亏吗？也不算，应该还可以。香不香？来一口，我知道恁不香。今天这火锅底料媳妇炒了之后，总结出来三个字：甜咸辣香。这都是再炒它的意义。我从小都有个梦想，吃羊肉卷火锅，今天也实现了。几个媳妇也吃开心了，看那笑的那大门牙。我不笑着吃，我这样吃吗？你还记得不记得咱俩刚认识的时候，我带你吃那家的羊肉火锅，跟这差不多的味儿。咱俩啥时候吃过羊肉火锅了？那，咱俩刚认识的时候，可能吃过，但你忘了。我没有，我啥都记得，你就是记错人了。咋可能啊！我除了给你给别的女的，我连咱家门都没出过，我上哪去啊？不要乱猜，不要乱怀疑，不信你问大家。这羊肉卷吃多了，有个很难受的味道，都是太幸福了。
这秋冬吃羊肉可不，你感觉到了吗？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吃羊肉不健康，是不是？那人的嘴张口就来。老王，这锅里都别停，一直吃，哇，越煮越入味。真正的火锅根本不需要蘸其他料，就简单一点。不过有些地方啊，对，但是有些地方喜欢吃那个麻辣麻酱，有些地方吃蒜油、空碟，口味不一样，反正根据自己需要。吃着火锅，下着雪。雪下的那么深。没有开始嘞。下的那么认真。却还是听见了你说不可能，咱整不下来成片面之类的了吗？来个成片。我不吃。那你问我干啥？我就是想问，我就问咋的吧。走开走开，这不是能吃的东西，起来。给小保罗尝尝这羊肉圆啊，然后很多朋友说他们不能吃这个狗，不能吃太咸太辣的，咱都叫他拿拿味儿就行了。来吧兄弟，他不爱吃火锅，你跟那姐一点都不像，你那个姐特别爱吃。再来两份，几个都吃的差不多了。你没倒干净。我扒拉扒拉，等到出学的时候再吃一次吧。跟我吗？那跟别人也行。朋友们先不录了啊，发生一点家庭的问题，我们需要私下解决一下。今天视频到这吧，再见。